后堂设宴，列位大人请。哦，恭喜驸马爷，贺喜驸马爷，鸳鸯福禄嘅鸾凤和鸣，公主驾到，驸马贵迎啊！吓、啊，你讲咩？公主驾到，驸马贵迎啊！句说话系边个讲嘅？唔通奴才有如此斗胆咩？呢个系公主嘅命令嚟噶。啊拜分明是任意刁难人，两个钟头威风杀你胆，百年好合皆是空谈。啊啦啦，取出先王御赐黄金盏。本公主封家临门，理当迎接，怎奈分属夫妻，应该要互相尊重。话俾公主听，唔贵就罢。回禀公主，驸马爷言道，封家临门就理应贵接，为是分属夫妻，应该互相尊重。佢话不贵就罢、哦。胡说！你去告知驸马，君臣乃五伦之首。倘若驸马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，一样要出门跪接。以后百年皆老，驸马每日见老回家，首先就系要下跪叩头。哼，佢吱吱喳喳，搞到我天福都糊涂晒啦！驸马爷啊，驸马爷，公主言道，君臣乃五伦之首。倘若驸马你十八代祖宗，
尚在人间的一样要出门跪节，以后百年街老你每日见到公主首先就是要下跪叩头啊。黄金眼，贤者下跪，乃皇皇国法，要你先下轮椅，在我跟前下跪，如若不从，抬头看看这是什么东亚西。睇到未啊？金簡咯，又唔係跪佢，係咪？喂！一於快呀，呢就跪呀，跪下先跪。咁你哋都要跪啊！实在不许多说话。喂喂喂，你都跪在我跟前，不从不从，啊明年冠军都打烂。受得有余啊！要跪人来，跪你，我怕你很难服侍，只请不难。
来，为呀拜于佛道财呀限。为佛阵啊你！听住啦，三步一拜一叩首，听。哦，听。三步一叩首，听住啦。第一步。第一步啊，公主。喂喂喂喂，呢啲咩步嚟噶？系啊，驸马。呢啲系我哋公主嘅金莲步，系咁大步噶。混账！你虾本父啊，唔识嘢啊？咩叫金莲步啊？身为公主，金枝玉叶，应该系细细步嗰啲金莲步先至啱啊！咁大步，想一步揽入门口啊？你又想啊？翻去重新行过。哦，行过，去行过吓。听住啦，哦，第一步行咗，第二步又行咗，第三步都行埋啦。喂，一叩首，叩咗啦，声，哦声，再嚟。第一步行咗，第二步都行埋，第三步都行咗啦。喂，再叩手。哇，咁唱得好响添喎，驸马。声，声，开嚟。第一步